柯P酸苗栗财政踢铁板，徐耀昌是瞧不起这个人。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来积极到其他县市参访，寻求外界基层支持。北市府还上请苗县府安排一场与县长徐耀昌会面，不过徐耀昌立马回绝。春节过后，他也跑到我们苗栗去一清宫、去拱天宫拜拜。那么你今天当一个市长的人，偷偷摸摸来我们苗栗拜拜干什么？你至少说尊重一下。哎，我们地方上，你就算我没空，我也可以派我们的副县长啊、秘书长啊去陪同一下。那么你今天要来苗栗，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县长徐耀昌难掩怒气表示，柯市府漠视苗县府，克勤克俭，三番两次对苗财政酸言酸语，所以拒绝会面，要让柯P碰壁。而且一次两次的在那边提到苗栗财政，那么很多的中央单位甚至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，我想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做。徐耀昌还说柯文哲和陈菊有心结，那也是他们的事情。大谈高雄财政还扯到苗栗，非常不满柯文哲总是针对他。啊，如果说选总统，我想大可不必，我跟你一点交情都没有，各自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好就好。地方中心苗栗报道，没人给你动啊，有家看有爽，你白头去上了的，有的看会爽，好康地球。趁钱莫做找免钱，做些朋友。